萨波罗蜜多时，受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你给我轻念好不好？行是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空中无色。你给我请念吧。啊，无色想行识。无有比色胜意。无色胜。哇，无眼界乃至无世界。你给我请念好不好？你给我请念嘛。你忘记，我再帮你。无眼界乃至无世界，我忘记了。嗯，不可以这样。无眼界乃至无异世界，无明地无明镜，乃至如是，亦如是尽苦果集般大念无佛得故，菩提萨婆诃。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物，无有恐怖，一地的梦想。第二盘三十多般若波罗蜜多故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。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悲咒，是为了真正能做一切故，三者不许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一定的梦想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。即说咒曰：揭谛，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愿消三藏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悉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